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上帝话语，予咱提醒佮帮助，毋通论断。马太福音七章第一、第二节，恁毋通论断人，免得恁被论断，因为恁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有一个佮贫惰。阁欢喜论断别人的富人人，一日，伊看到厝边趴伫个天台的白背摊，满了真侪污点，便批评讲：厝边连衫裤也洗袂清气，也袂晓理厝内，只会晓食饭，哪会知当伊？如开家己的窗口一看，厝边的白摊洗甲阁白阁清气。这时阵，甲发现着原来是家己的窗啊，非常的垃圾。弟兄姊妹，咱真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心内起论断，但求主光照，予咱责备别人的时阵。先思考家己是毋是也是犯了同样的缺点呢？或者搁较大的毛病啊？咱三甲来祈祷，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是何等软弱卑微的人，你竟然搁是爱护阮，阮骄傲常常自以为家己是对的。阮无够完美，却常常指责论断别人的错误。求主赦免阮，求主帮助阮，有谦卑忍耐的心，无随意批评、指责佮论断人，会通接受别人的缺点佮犯错，因为阮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，需要别人的谅解。予阮会通甲人和睦相处，生活有美好的见证。阮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